Hello， 各位模型大大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皮天，最喜欢模型的阿燕。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很神秘的讯息，说这个 Hobby Japan 的国际正体中文版即将要休刊了，所以我非常震惊的同时，我也就去便利商店购入了一本啊，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是6月号2020的，哦，这是写什么？第113期是吧？在这里，113期应该是指这个中文版的集数吧？没想到竟然是有这个休刊的情报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开箱见证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。其实呢，我的影片常常有提到这个看 HJ 学一些基本嘛，那这个没想到他竟然。竟然今天无预警的，我是真的无预警哎，说这个什么要休刊，哇，真的有哎，给大家看一下 ，Hobby Japan 国际正体中文版公告，哇，九年来，哇，忍痛做出休刊的决定，休刊，哇，有人如果有订整年的话，可以退款。哇，这也是真的哎！究竟是开始还是结束？哇，真的是休刊了，各位，我傻眼哎！好吧，我们顺便来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中文版它其实是有一些台湾的，就是作家的作例啦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喽，顺便看一下这一本，哇，这个神秘的广告。哦，值得流传于后世的，我想以后中文的参考资料就减少了一些。以前每个月都会有一些这种值得一看的参考资料的，那现在可能就啊，我就回去买日文版喽。其实资讯真的是太多了，看不完。哇，怎么办？就这样过了九年呢，以后这些情报，以后这些中文译名，我要怎么查询？啊，也对啦，就看动画哦，就看那个官方动画查询。好吧，你看这么棒的作例，之后就可能买日文版才看得到了，超赞的。这松田龙的，好吧，开始学日文了。新钢的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《三国创杰传》的作例，以后大概就看不到了。这个是谁？克里斯团队的。纽钢也有哎，哇塞！那第三个作例呢？就刚好这三个作例哦，最后一期的 GBPTW 竟然是这个 G 阿玛哦，阿信做的耶，哇，有一点感动又有点特别的感觉，哇，这个之后也没得看翻译的嘛，好吧。我们就快速的翻阅一下，哎，难得这个机娘的部分他们都开始翻了，兽屋的东西都有出了，啊，这都很棒的作例耶。总之呢，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就是来告诉大家这个令阿燕有点震惊的这个情报。其实这九年来也是阿燕碰模型最多的时间吧，就是刚好就差不多这九年，从我就是乱做一通到现在做一半，真的是啊，
真的是陪我度过了很多时光，模型制作的时光的一年，不是一年，九年呢。好吧，虽然这个 Hobby Japan 就这样休刊了，不过我们的阿彦模型还是会继续制作下去。所以如果喜欢阿彦的频道，记得按个订阅，按个分享。那我们就下一回的模型影片见咯，大家拜拜。HJ 中文版也是拜拜啦，感谢他们的努力，希望有下一本。谢谢 HJ。大家模型还是要做哈。